大姐的头发，哇塞！哎呦，已经有哎潜下去了，哎抓到一只，哎呦！好了，现在已经早上八点了，看到啊，大批的这个越南人啊，他们是用跑的过来。这一张车票是相当重要，是第一次跨国的这个旅行啊。每周一晚上10点，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在中国的故事。